我们可以聊两句吗？就是你怎么看被剑客人将提抗到，你自己有信心吗？我们可以聊两句就好了。可是这个没有谢伦普人在这，我要跟人讲这么多。你问金毛目前是这样的哦，我还发现哦，他们到我家，你知道哈、哦，把他们的 USB 啊，哦，还有那个 USB disk 就硬碟，还到我们那个办公室，你知道哈、哦，把我们几乎所有那些主要的。我们叫 U 那个，不管是硬碟、USB 就全部收走去。比照郑文灿的案子哦，他们是第二天就提抗告了。为什么我的在还要拖这么久？我知道他们应该很动用所有力量都在研读那些电脑里面的资料。反正哦，除了三大案嘛，还有政治献金嘛，还有在那个帝国菜市场、鱼市场那个案子。这个国家有很多事情要做哦，缺水、缺电、缺光、缺地、缺人才哦，核电哦，劳保、健保哦，一大堆的哈、哦，高龄化、少子化、净零碳排放。作为政府，你知道应该每天去认真工作，现在不是了，你们已经从负面选举走向负面政治。什么叫负面政治？你们大概现在用动用全部国家力量，在很认真的研究柯文哲。我也猜了哦，你们昨天没有看到，应该是大家连夜哈都在研读那个电脑里面的资料，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出什么样的东西来。对我来讲，我坦荡荡嘛哈，但是你们这样找东西，也有在北检两天的经验。你那个资料这样错，那自己要编故事太容易了。今天那个名嘴每天做的事被扫掉吗？那你们怎么变成整个台湾中华民国的司法机关变成跟名嘴一样，每天在那穿凿附会，在？不要说抹黑了，就是这样编故事，这是国家要的吗？所以我倒觉得这样啦哦、喔，反正我就照常工作，我也不希望啦哈、喔。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，什么叫有罪？你知道，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，国家不应该是这样。台湾花了30年才走出那个哦、喔、国民党的党国体制，所以我今天看到什么？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啊！今天台湾民众想想看，今天司法跟媒体不是政治工具吗？这是我们要的吗？这是你们对得起当年二三十年前那些民进党的前辈？还有，20年前我们是支持民进党的，那你们已经变成新党国体制了嘛？再问一遍，今天司法跟媒体不是变成统治的工具，变成政治工具？我讲错吗？那怎么一个国家变成这个样子？这是民进党要去跟老百姓去反省的。你怎么看民进党粉专也发文轰你们，然后帮北检说话，所以现在也引发一些讨论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整个过程当中，你知道哈、哦，我觉得压力最大是那个法官。甚至我在最后结辩，我都跟法官讲说，哦，检那个检察官立场明确，态度清楚哈、哦，你就不要为难的。现在不知道金华城8.4%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种东那现在我当然知道。在当时他进那个都委会后，不然你去找所有记录，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啊。但主席还是有都委去发文说，认为那个金华城的容积奖励是不合理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我要跟他讲哦，不要马后炮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当时每个人 OK 啊，我要替那个邵秀佩讲一个公道话。如果一个公文啊，如果那么多人签字，到最后不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一个人，那我这样的，这个。这个公文 OK 啊，那个公文上面有多少人签字？好，就这样。我们有远质疑是不是太避重就轻了？因为当初也是您亲签的公文。现在外界在想，会不会请黄国昌当代理？黄国昌会是您主意的党主席人选吗？是这样的哦，我外发现他们到我家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 USB 啊，哦，还有那个 USB disk 的硬碟，还到我们那个办公室，然后你就是说那些主要的，什么叫 USB， 不管是硬碟、USB 的，全部收走去。你知道郑文灿的案子哦，他们是第二天就干掉。
不符合我的，这样还会拖这么久。我知道他们应该很重用所有力量都在监督那些电脑里面的资料。反正哦，这个算大案嘛，要渐入渐进嘛，要在那个地方在市场与市场那个案子。这个国家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缺水、缺电、缺风、缺地、缺人才哈，核电哦，劳保、健保一大堆的哦，高龄化、少子化，建成上百万。作为政府，你知道，因为每天是认真工作，现在不是了。你们已经从负面选举走向负面政治，什么叫负面政治？你们大概现在用动用全部国家力量，在很认真的研究科技。我猜了哦，你们都没有看到，应该是大家连夜啊都在研读那个电脑里面的资料，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出什么样的东西啊。对我来讲，我坦荡荡啊。但是你们这样找东西，也有在这一前两面的经验。你那个资料这样凑凑凑，那自己要拼故事，太容易了。今天那个名嘴每天做的事被扫掉吗？那你们怎么变成？什么台湾中华民国的司法机关变成跟名嘴一样，每天在那穿着护卫在，不要说抹黑了，就是这样编故事。反正我就照常工作，我也不希望啊，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。什么叫有罪呢？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，国家不应该是这样。台湾花了30年才走出那个国民党的党国体制，所以我今天看到什么？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啊！今天台湾民众想想看，今天司法跟媒体不是政治工具吗？这是我们要的吗？这是你们对得起当年二三十年前那些民进党的前辈？还有，20年前我们是支持民进党的，那你们已经变成新党国体制了。再问一遍，今天司法跟媒体不是变成统治的工具，变成政治工具？我讲过吗？那怎么国家变成这个样子？是民进党要去跟老百姓去反省的。你怎么看民进党本身也发文通运，然后帮别人说话，可是也是发一些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是这样啊、哦，我觉得压力最大是在法官，甚至我在最后结辩，我都跟法官讲说，讲那个检察官立场明确、态度清楚啊、哦，你就不要为难的。所以真的不知道金华城80%是个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种东那现在我当然知道了。在当时他进那个都委会后，万一找所有记录，我从来没有算计过啊。但其实还是有都委去发文说，认为那个金华城的容积奖励是不合理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我要跟他讲，不要马后炮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当时每个人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替那个到时候会讲一个公道话。如果一个公文啊，如果那么多人签字，到最后不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一个人，那我这样子，这个。这个公文 OK， 那个公文上面有多少人签字？当初也是您亲签的公文。你现在外界在想，会不会请黄国昌当代理？黄国昌会是您主意的党主席人选吗？快下，快下。行哦，台哥，小心车，台哥。我下了，我下了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乍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。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